对了，想不要说加钱了，没有一个动真格的，没完了是怎么着啊？闹了啊！我们现在是卖艺卖身不卖什么，就在台上好好说相声，人家听的是你的能耐，嗯，对不对？看的又不是咱的脸，那是，真救不了你们。看颜值吗？我觉得确实我们颜值来说啊，跟那些年轻的人差一点。今天来的这几位，大伙儿看看啊。但是我们凭的是什么呀？是能耐、本事。对了，站在这个舞台靠的是实力，实力、经济实力。哎，花钱呀、啊，业务实力。你不是买通师傅给他开的专场吗？玫瑰园贵宾一位。我要是贵宾，他就是 VIP 贵宾了。确实啊、我们来说呀，靠的就是实力走到了今天。业务两个人凭长相拼不过他们，差远了。小鲜肉，我们老腊肉肉松。对，我还不如他呢。要不然腊肉吧、你算是腊肠。我听着还像狗啊，这是。哎，别闹，大黄，听话啊！别扔，别扔，别扔！我以为你又想捡回来呢。你们两个多少年了，嗯，跟大伙儿都也都不见外了、对我们两个也比较了解熟知，是对不对？因为台上来说，人家观众看的是什么呀？不是说看你们瞎折腾，对，看的是能耐，拼的是说学逗唱，是对不对？刚才人家表演的这两位，嗯，也比较火爆，学对吧？都有吧？学人家说的也干净利索呀，是对嘴皮子让大伙儿说出哪个字儿就得听得见清楚。对了，说准备学、学能学说学唱学表演，学的很多呀。对了，包括本门的唱什么呀？什么呀？太平歌词。哎，这是说学逗唱的唱，大伙儿都应该知道了。嗯、这几年我跟太平歌词来说，在台上展示的人其实并不多。哦。但是呢，可能啊，现在大伙儿，我怕你们不爱听。怎么会不爱听呢？太平歌词都传统，就一上就是一下就是来回叨叨的唱啊啊！乍一听啊，可能啊有的朋友听不进去，但是真说你们能听到五分钟以上，啊，再想出去抽烟上厕所不能了，喜欢了，气死了。对，别介呀啊！大伙儿喜欢这种艺术，来两句太平歌词，来两句我们听听啊，来两句。我估计，我估计又太难了，估计观众可能很少听啊。来两句，杭州美景。行行行，你们厉害，行不行？你们呢？这家伙、啊，东北词儿都唱了呢。再来一别的哦，还有会做着呢。好极了。昨日里，今天未。行了行了，别分批分片的了。可以了啊，这个就嫌你们会了是吧、哦？听的这个，怎么着还有啊？东走涪陵下行，没声了吧？也有含糊的是吧？渐渐的没声了。嗯、这个他们还会两句，再来一个啊？还有啊？你听那个啊？嗯、庄公，我这会唱的也不少啊。这个谁教你们这个的呀？庄公一定出趟城西啊。庄公就一定闲游啊？对，也不一定闲游。庄公词多了。庄公还怎么着？庄公打马下山来，遇见了骷髅，倒在那尘埃。这庄子修一剑，发了恻隐，身背后摘下个葫芦来。葫芦里拿出来金丹一呀里，那一呀半红来一半白，红丸儿指的是男儿汉，那薄腰领儿指的是女裙钗。敲开牙关灌下了药，那苦六骨得命站起了身来，伸手拉住了高头马，叫了声先生你听个明白，怎不见金
安于臣我那逍遥马，怎不见琴剑书香我那小婴孩？这些个东西我是全都不要，那快快快还我的银子来。庄子修闻听这长叹气，那小人得命又要死财，我一言唱不尽这骷髅叹了，我是愿诸位那居家欢乐是无祸无灾。骷髅叹，哎，这一段哎不常听吧，哎，没必要骄傲对不对，太平歌词很多段，这都是我们最开始啊，来德云社13年了，前3年没干别的，净学这些小曲小唱、小曲小歌、小戏小调的，都得学，嗯，都得学那些。那个年代还不流行唱流行歌曲呢，那是那个年代都是京评帮曲啊、太平歌词为首，都得练这个。好，等我这2年呢，反倒相反了，观众们好多呀都喜欢流行歌曲了，通俗一些。但是我们啊，其实对传统的也比较了解，偏爱，因为现在一说一唱流行歌曲，观众都喜欢，尤其少男少女，作为我们这些80后的孩子，对于流行歌曲来。来说我，你像我都给您更正一回了，就别较劲了，这是就别闹了啊！嗯，真是作为现在年轻人，我知道你们喜欢流行歌，谁都喜欢啊。到了噔呲哒呲哒呲噔呲，都是节奏，蓝调啊，嘻哈呀、啊，摇滚啊 ，hip hop 啊，这爵士啊。哦家伙，您这5个曲风一个动作。就是这么 happy， 不是现在不都这节奏吗？哟哟哟哟。都这样吗？干嘛呢？开车呢？老又又又的。不是，先打节奏。哦，有节奏。对不对？你想听这个？那往下唱能会唱吗？来一个啊，那个，左左左，开反了呗，就是，刚才往右开多了，现在往左开，往下唱，直行，到，哎，就压我脚了。你这不是还是跟保安有关系吗？有那个又又来点咖喱味的牙膏，这韭菜味的香水，光天化日咱俩就大马路上亲嘴，下了大雨一块淋，咱也不用跑，大不了回家一块冲个澡，都是老夫老妻，咱之间还用见外，没事接茬出会风，咱反正见怪不怪，润润我的嗓子，喝瓶百事的可乐，打动你的心灵，那必须百事情歌，看我把这黑色音乐做的五彩缤纷，看我把对你的爱做到返璞归真，无拘无束自由都是我歌里的成分，看看多少人又羡慕嫉妒恨，俩250在一块就没有什么苦闷，哪怕一块坐牢一块逃大粪，又要切克闹、啊、还真行啊，对不对，也会 rap 啊，都这样吗？嗯，对不对，现在唱的歌通俗的，哎，都喜欢这种，我不行，我不会这个歌。你骗自己还骗我们，这是那不会，刚才谁跟那儿唱的，这是不是，我是一走一过听会的，这都是，你走多慢呢，听会这个夜店的东西咱进不去哦。我跟你说，穷一直以来是我保持良好人格高尚人品的经济基础，别这么说的恢弘大气了，不去那地方，到里边太闹了，咚咚咚咚咚咚咚 B-box 什么咚你姐妹们娘们们一会儿给我摇起来，怎么着，跟着我的节奏，伸手跺跺脚，跺跺脚，扭扭腰，扭扭腰。哪个夜店里还有娘们们一块摇去啊？还伸脚都干嘛呢，广播体操啊，这是夜店吗？夜店里没有人的，北京三里屯子，三里屯子真的，北京三里屯的你们没去过，著名的夜店 7-11， 你到那儿哈，行了，平汤啊，平汤什么呀， 7-11 那是24小时的超市，不是夜店，夜里开的店吗？夜里开店就夜店了，对了，那你少去那儿吧，好不好啊，就说这意思吧、啊、到那儿，现在年轻人的节奏，嗯，我这不行哦，啊，别走，别跑，说错话了吧，别跑，话筒老晃悠，别跑啊，就是我的、嗯、咱这岁数这节奏都来不了，那您喜欢什么歌？哎，都缓慢的歌曲啊，什么歌曲、哎、缓慢歌曲，比方说老歌，听也是老歌，比方说呢，当年现在你们都听 TFBOY 吧、啊、我们那年代小虎队，小虎队，对，霹雳虎，小帅虎，嗷嗷虎，三个人驰骋着江湖、哎、那个年代、哎，
没有嗷嗷虎，不是，就霹雳虎、小帅虎、贼拉虎三个人驰骋。贼拉虎也没有，霹雳虎、小帅虎、特别虎三个人，到底是哪个三个？特别虎、贼拉虎、嗷嗷虎。你说那个组合是三里屯子的？对，东北虎组合。没听说过霹雳虎、小帅虎、乖乖虎。对，三个人唱的，把你的心、我的心穿一穿，放点孜然辣椒面烤一烤，好吗？对不对？您那还是烤串儿的、哎、辣的不辣的？没有吃那么多的了，还不辣的、啊、对的，那个年代就这个吧。哎，后来我们的四大天王，哎，对了对了，魔力青、魔力红、魔力海、魔力兽，哪是这四个呀？哟，不是吗？不是，人家的香港那个唱流行歌曲的四个，张学友、刘德华、黎明、郭富城，这唱歌听了吗？对，唱歌一唱到我都会唱的。心急撒娃心里呀，没法心。您这不还是庙里那个吗？说的什么呀？歌曲，歌曲，通俗歌曲、流行歌曲。是黎明，代表作什么？今夜你会不会来？不去。这个是妊娠反应。真不要脸呢、啊、谁问你了？你不问我吗？今夜会回来？不去。我可没您那贱不嗖嗖那模样啊。是，人那歌曲的名儿，今夜会不会来啊？回去吧，师兄啊。我以为上我爸那看病去。对不对？都是代表作吧？郭富城代表作什么？郭富城，对，对你爱不完。我怕他有标志性的动作吗？对你爱爱爱不完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你爱爱爱不完。我估计这动作都是跟你爸学的。他也是爱好个麦啊，没听说过。笑话，看看人家腮腺，你知道吧？甲状，甲状，甲状腺。哎呀，你的甲状腺又下垂了，我这全都是肥大的啊，就是吧。好，还有那个，还有那个张学友，那是歌神呢。对，张学友那个，为你我受冷风吹，哎，不是他，哎，张学友，林忆莲嘛，啊，对，林忆莲，张学友的歌太多了啊，对不对？爱过的人，我已不再拥有，许多故事，有伤心的理由。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，说过的路再也不能回头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这一次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陈旧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被遗忘。我算知道怎么样才能长个儿了。不是，我觉得你老欠什么脚跟儿啊，跟这唱。张学友唱歌的感觉啊，行，学着这个歌神啊，嗯，是不是？刘德华，刘德华，心中的偶像。哦，您喜欢刘德华？大我刘德华、张学友都喜欢啊。哦，刘德华好多经典的歌曲，对不对？就是那种，那个。我是一滴远方孤星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已几万年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吻吻你的脸。悄悄滑落在你脸庞，看那红色升起的灯光。他唱歌老觉得硌脚。你要这么唱，你也能长个儿啊。我也不这么唱。来，你怎么唱？我看看。我不会唱。他都是唱的老歌，这唱那个老歌。最美不过夕阳红。温馨又从容，你看
是我说吗？嗯，对不对？有这个共鸣音。他唱的都是那个什么星星，还是那个星星哟。这都知道啊？对，是不是现在？再来一首，听听这个啊。嗯。嘿呀呀的黄沙岗，咱这年代有点老了吧？也是哈，这都是电视连续剧的，倒是都是老歌啊，都是老歌。咱要这，其实我们为什么喜欢老歌啊？因为那个年代在那儿了，当年都喜欢这段年代那个歌曲。现在歌听得很少了，尤其来到德云社以后，跟着我师傅的步伐，嗯，一步一步的渐行渐远。那您都学什么了？就是离传统艺术越来越近，离现代艺术越来越远了。啊是啊，歌曲流行歌曲都没听这几年。哟，跟我师傅能学出什么好？学出什么？不是，能学出什么好的那个歌曲来、啊？自问自答的方式。他，我师傅唱歌都细味的。花的心藏在如意中，恐怕花期都错过。师傅唱歌都这味儿，到现在我们唱花心都是这调儿啊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呐、啊，没有椰林缀斜阳啊，只是一片海蓝蓝。都忘了原调了吧？要不说我师傅就因为唱这歌，跟人原唱掰了，交情不好了，人都不跟他说话了，对不对？大约在冬季是啊，大约在冬季，对。大约在冬季的时候，轻轻的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。这眼泪肯定是吓出来的啊。这我师父唱歌就这样。嗯哦，我于大爷唱歌带捧哏，哈哈，于老师唱歌带捧哏啊。我要从南走到北，迷路了。还要从白走到黑，没找着。我要让人们都看到我，什么呀？不知道我是谁，不出名。没您嘴那么碎，自己唱歌给捧哏，可好玩了。嗯，但是来说，德云社唱的最好的，还得说是我师父郭老师。对了，戏曲你说吧。京评帮曲小曲小调没有人不会的，全尤其我师父最开始学的什么呀？什么呀？评剧。哎，是评剧。哎，对了，人打小人家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唱评剧啊，娃娃腿啊，后来被开除了。对，然后不要说这个呀。对，不说这个，介绍评剧，看不惯评剧班的制度。哦，对不对？没钱就不唱戏吗？自己说的是开个私人评剧团，自己坐堂给人家唱戏，这说的是谁呀？嗯，你爹啊！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啊！我师傅人最开始唱的评剧啊，我也来两句。您也会评剧？那当然了。哎，那我们可赶上了。评剧啊，来个这个。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，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。你等会儿。干什么呀？扒拉我干什么呀？啊？我有这么大劲儿吗？你搁这画圆来了，你打乱了我的节奏。我打乱，我就为了停止你的节奏。为什么要停止啊？你唱的这是评剧啊，是不是啊？你听听，你撩起耳朵听听，撩起耳朵干嘛呀？天天就知道。你比我像啊！啊，他的口号就吃到太阳落，睡到太阳红。你别说这没用的。咱说的评剧说的是什么呀？说的是戏曲评戏。评戏，对，那谁会呀、啊？说了半天他不会。不会，我敢说吗？就是您会呀。会，不就唱了吗？你是要死是怎么着了？这个我死你不成孤儿了吗？赶紧去，赶紧去，啊，像话吗？这个就问你评戏会不会？当然会了。会，给我们唱。我这不先来两句，先摸一摸大伙的脉门吗？这没有什么脉门。我不知道他们喜不喜欢传统啊。你看看、哎、这么多人喜欢，这么多人了解，那么就换一个京剧。对，好不好？换一个像话吗？万一唱错了他们羞涩我的。先来评剧、哎、评剧来说不容易，你们各位听过的可能就是说三小戏。三小小生小旦小花脸。哦，是是，对吧、评剧来说有这么四大名旦、啊、李爱、刘白、哦、李金顺、刘翠霞、爱莲君、郭德纲。对，这四个女士哪有郭老师啊？我师父当中也算是当中演过旦角的，大伙听过的可能刘巧儿、
巧儿交线那一折多可乐呀，新凤霞老师的。对了，哎呀，巧儿那身段，跨一个小竹篮子，嚯，这是什么？小竹篮子啊啊！你看人身段就那么辣，让人感觉浪叫什么？叫什么？翘。对对，翘不劲的那么辣啊，这没有辣的事，就很俏皮的感觉。哎呀，瞧瞧，哟，地上，瞧瞧，哎呦，怎么回事？石头子儿捡起来一扔，但是来说一个石头子儿怎么会让人那么兴奋呢？是啊，我猜他当时肯定以为地上是一块钱钢镚儿，这眼神得多差呀！真的就哇塞啊，地上一块钱钢镚儿，哎呀，怎么样啊？原来是口痰，嗨，您说多恶心！嗨嗨，往哪儿抹呢？这是心态吧？哎呦，没有心态，要不然你石头子也高兴是吗？对，可能人的心态啊，爱屋及乌。哎，有小孩那种感觉，发现竹篮子。哎，捡一个石头子儿，一扔，干嘛呢？这是啊，眺望啊，看石头子扔哪儿去了。好，您都这眼神就别眺望了。眺望，我眺望远方的山峰，却错过转弯的路口，猛然回首，才发现你在左右陪着。这巧儿姓林是吧？怎么了？这不是林志炫的歌吗？就是说眺望一下子啊，眺望一下子。咱来回这个，您来这个呀？来回这个哦，来回这个，这么着，你也别闲着，我干嘛呀？伴奏啊！我以为当石头子儿呢。不是你这么大石头子儿，不找挖掘机来整你啊？那不炫的，您体力好吗？哎，你来一伴奏，我来伴奏。唱好了歌星，跳好了舞星，伴奏好了奏星。我就是奏，好好没有这词儿啊。奏星还不小吗？这不是好词儿。来。会的吗？节奏吗？节奏啊！大力儿郎个儿，您这是二人转，这、啊、这不是评戏啊！对对啊！苍狼贼来自苍，这不是京剧吗？蹦极蹦极蹦极，这什么呀？这是在哪个 Seven Eleven 学的？这是？那你猜哪个调？我猜哪个都不对呀、啊！辛苦了啊！哒啦哒滴哒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滴哒，行啊，我有点人眼看狗低了，我这没完了，不来了啊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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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啊！有什么可问啊？来了啊，伴奏啊！好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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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谁让你来这个了？哦，我以为照你这来呢，叫狗来了，还真有意思，我跟你说这开始了。带脸呢？怎么还？哒啦哒滴哒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滴哒哒啦！哎呦我天！咋的了？我石头糊你脸上了？人家巧儿，咱在这俏皮，咱别这干嘛呢？这看一看。没，不要眺望了，不要眺望了啊！这还不行吗？不行，眺望一下不行，真受不了这个。哒啦哒滴哒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滴哒哒哒。你看，怨我吗？我一这样，他们就老笑。废话，你不这样，人能笑吗？咱别笑了啊，笑贫不笑娼，对不对？啊？哎，不是那个词儿怎么说来着？就不要取笑，不要取笑。来了啊，真是。哒啦哒滴哒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滴哒哒哒哒，巧儿我自幼儿许配大家。哒啦哒，哎不对，错哪儿了？赵家，赵家，大家里边包括赵家。那也不行，你这是个量的飞跃。赵。赵家是个大户人家，不行，赵家，许配赵家，哒啦哒，我和柱儿不认识，嫁给了他爸爸呀。没有这样，怎么了？怎能嫁他？媒婆弄错了呗。这媒婆弄错了，干嘛去了？这怎能嫁他呀？哒滴哒哒啦哒，上一次老魔会，我爱上了七八个呀。七八个呀？怎么了？他喜欢葫芦娃。你喜欢葫芦娃，你看动画片去，爱只能爱一个，一个，对，够吗？够，就必须有专属一个。巧儿是个比彪悍的娘们，我看你是比巧儿还要彪悍的。来来来来，要你要不你来，你来，我不来，你来，唱一句说一句，唱一句说。不是您也没唱对呀，对不对？上来说自己会唱评剧，唱完不唱那个行不行？这个来说，这个不太熟悉，还不熟悉。对了，不太熟悉呀。哪个熟悉？咱们熟悉的是什么呀？
咱们熟悉的是小生。小生。对了，小花脸。啊、刚才那都是旦角，我一个纯正的大老爷们儿唱。怎么了？要不要给你们看看胸肌？啊、你还不如让我爸爸看看甲状腺呢。就是说一个大老爷们儿，咱唱的都是小花脸小生的，嗯，哎，小花脸来说，评剧里边人讲着嘴皮子干净利索的，说话俏皮、啊、当然了，有什么牧羊圈里当中有这么一段，不亚于报菜名。牧羊圈哪一段、啊、就那么一段啊，当中的小门的啊，家门不对不对真不对，蒋满打得纷纷醉，侯爷恼二爷跪，老伙计站着拉屎不理会，五逢六月穿皮袄自找活受罪，不叫你提姑偏要提姑，只顾得想法撒了，蒋满打了侯爷怒了，二爷傻了差点把我们哥俩给剐了，现如今侯爷传下话来命你们二人一人去西方回话，打碗撒饭一字不办，回答好了还要周济于你，可是这么说，老的进去小的别进去，小的进去老的别进去，不都进去不都不进去，要进去妈妈咧咧辱骂二爷，八个头大了坐席一半去了，亲娘干娘丈母娘孩子干老娘就说你就把我这命给咬了。好，真别说，这比贯口还难呢。这小花脸不容易，小花脸。对了，小花脸，好多的俏皮的。嗯，张丹还有那个好多大伙听的唱段啊。哦，对不对？有什么活捉孙富？哦啊，有那个，还有那个那个打狗劝夫。不是，这小花脸都说了。对，未曾说话，唱的俏皮。啊、笑脸扬叫声，兄弟找连方，常言说一文钱压倒英雄汉，现而今我好比霸王困在了倭疆，我好比呀、啊、汉刘备坐在了这黄河楼上，我好比关云长被困土山岗，我好比灵通山李渊遇杨广，我好比冲霄楼遇见了伯玉堂。好，真的有那么一段、嗯、好听，行，他唱出来特别的俏皮啊，哎，说出来哟、嗯、就这兔子，人家哪有这词儿去，有这个，嘿，小兔子，嗯，小兔子前方带路啊，带不了是沟。唱出来叫，等到小生就不一样了。怎么样呢？小生啊是一步三摇，哦，有做派，哎，讲究帅气的啊，是是是，小生经典的有没有唱段叫唐伯虎与小白菜。唐伯虎与小白菜干嘛呀？唐伯虎买菜去了。唐伯虎遇的是秋香。哦，杨乃武与小白菜。对，杨乃武与小白菜。对，京末四大奇案之一啊。哎，对不对？杨乃武小白菜爱情故事吧？对不对？梁山伯祝风台。对，祝风台干嘛呀？梁山伯祝英台。梁山伯祝英台。嗯，罗密欧什么朱丽叶，还有国外的都有啊。啊啊，还有大伙熟悉的就是这个杨乃武与小白菜。哦，当中最经典的有这么一出叫背地写状，这怎么回事？就杨乃武被屈含冤在监狱里边，万念俱灰，打在死这儿了。姐姐杨淑英来劝他：“兄弟，这哪行去？家里边一家大小都指着你呢，你要死了，咱们全家都完了，知道吗？监狱里也没有桌子，哎，兄弟，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，写一下状纸来，姐姐替你到京城传御状去。”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啊！杨乃武倔强，对，不去，白说了，就死这儿。至于吗？爱谁谁。杨乃武很渣呀。后来姐姐一看，来硬的不行，来软的吧。怎么软的？兄弟，外面的世界特别精彩，姐姐都给你安排好了，要什么样的都有。不，这能管用吗？哎，杨乃武一听，那行吧。嗨，反正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打动了他。哦，他同意了，感动了他。但是人家大段的唱腔啊，都给人唱哭了，声泪俱下。哎，那您在这儿给我们唱唱这个，唱这个。杨乃武，我一个人来不了，我能来杨乃武，谁来杨淑英啊？他姐姐呀。来来，嗯，又不来了？你不来，我来。你来，行吗？不是你，你女士杨淑英你也来不了啊！你要来，刚才没有人要来呀。那你看你这么，那最起码把该隆的地方隆一隆吧。我哪儿要该隆啊？把肚子上的肉往上提。你还是不了解我。怎么了？这是上面掉下来的。哎，掉才真匀称啊！哎，那就是这样啊，我给您来吧，那也行，让别人来也不好，主要是也就是也是
主要主角杨乃武，他姐姐也没有什么唱，我就给您配戏，就这么一句词儿，我还有词儿呢。当然了，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。兄弟趴姐，行，来一句，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。挂了，要说这演员太通人性，那咱们通人性像话吗？就是悟性很高，哎，词儿能记得住，但是得跟真的一样来一遍。我得表演出来。带了，监狱里边吗？兄弟，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。但是还差一捏捏，我这差哪儿了？这你想想，监狱里边都有着急呀，着急，生死关头能这么平静吗？哦，对对，不能这么平静，我得着急一下。对，着急，兄弟，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。还差一捏捏，我怎么还差呀？你看监狱里边，兄弟是被屈含冤，在监狱里边，你得。就有那种悲痛欲绝的感觉。哦，他冤枉了。对，他悲愤。哦，我得悲愤。嗯，扛起来。哪个悲愤呢？不是，把痛苦扛起来。吓我一跳。把痛苦扛起来。哎，兄弟，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。还差一呢，我就问您，我到底差多少啊？调门不够高，长调门。对了，好嘞，来，兄弟，把这门写了。不是，这个你以前是在宫里当差吗？您这话什么意思？是去泰国做过手术吗？咱别没完没了啊！你怎么叽撩叽撩的呀？我这。什么？这不您让我长调门吗？长调门得出人声啊！我这都不是人声了，对不对？一喊缺少零件啊！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我再掌握掌握。你别让刺耳啊！削削的啊！再找回点男人的东西。喉结要粗犷，对，让大伙能接受。着急。还有悲愤，悲愤，悲愤！兄，我跟您说，我就这样了，就这样了，就这样。行吧，我也歇得差不多了。他这累傻小子来了，你看。哎，再来一回。来，您擦，兄弟，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，写呀，趴呀，我真趴呀。多新鲜！你不趴，我用你干什么呀？我你那么说，我站着自己写不好吗？说完这话，啪一下你就拽那儿。我这不就配个戏吗？对对对，你一个前窜，噗，我还啪的一下，哎，一地的肥肠，这多恶心呢！这个对不对？往那不是除了肠子什么都没有，你啪啪的肥肠，歘一下脑浆噗的一下，血渍一下子，眼珠子日日牙齿的一声，好耶。我不像是一个前，不是太惨了，往那一趴，肠子噗，脑浆噗的一下，血滋，眼珠子刺刺，牙刺的一下。你们仨一伙的是吧？就是说你最起码，那你趴哪儿？我趴桌子上。趴桌子上。趴桌子上不至于牙刺刺的，也行吧。好吧，来，我把这挪挪。嗯。怎么还能吞进去啊？好，他还什么都会。哎呀，吞宝剑来了！擦，兄弟，你就趴着姐姐背上写吧。兄弟，不是姐姐，你压着我的笔了。您哪？对对对，不是您这还有笔呢？对对对，得有笔，没有笔拿什么写啊？好嘞好嘞，来了啊！擦，兄弟，你就趴着姐姐背上写吧。对，还有纸。没有纸往哪写呀？我不能给你刻后背上啊。纸，好好。对，嗯，来了啊。嗯，擦，兄弟，你就趴着姐姐背上写吧。还有墨。哪儿还有墨呀？他们说的，确实。哎呀，这会儿都全了啊！骗保了。等会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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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压在这儿哈。
啊，我没压在这儿。不是，那是天宝了木啊，弄好木、纸、笔全有了，没有转笔刀吧？这人，擦，兄弟，你就趴在背上写吧。不，这是毛笔。我知道了，毛笔哪有转笔刀啊？我知道他们能说出什么来。擦，兄弟，你趴在背上写吧。他橡皮不行，砚台啊，就是橡皮啊、砚台啊，这些都不行。因为作为兄弟啊，姐跟你商量一事儿。怎么了，姐？咱不告状了。怎么就不告状了呢？因为姐已经死你前面了。姐，你这话怎么唠？什么叫怎么唠的呀？我这都三回了，我腰间盘我太突出了。你把腰间盘先往回收一收。我这能往回收吗？这个这么着啊，咱没有了，一变成多新鲜呢，这是来了、干嘛呢？这是别着急啊。擦，兄弟，你怕姐没事写吗？姐姐，你情绪不对呀、啊。你看呢，兄弟跑姐这边去干嘛呀，对不对？你跑这，你我怎么就还要怎么个情绪？我以为你这贿赂谁？没听说过那个。都你这样显得姐姐太轻浮了。我还轻浮？我小200斤，我轻浮？你我还以为我趴在那儿不用摔出肠子来，我趴这儿油都印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把你的性格刚烈，我还有什么？哎呦我天，对不对？把这刚烈的一面表现出来呀、啊。当姐姐太惨了，来，就一遍了，擦，兄弟，你就趴着姐姐背上写吧。堂腿堂的浪荡隆的那个隆的堂，提养好写便装，悲痛难忍。江南郡杭州府布满乌云，别动。我本是奉公刘府一文举刘系统，官报私仇害良民，官报嫌故私仇，公我相互巡抚堂苦都是苦力杀人。胡瑞兰奉旨巡查江南郡，不知贪了多少银，覆盆冤千古恨，可怜我居家大小命难存，冒死含冤求再审，要把这江南的贪官风卷残云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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